来，你请，来，你请。客官，您的阳春面、牛肉和馒头一会儿就到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包三爷，您喜欢坐哪张台啊？您请。哎，我们包三爷要坐你这儿。哦，嗯，随便啊。你。你喉咙不舒服，滚！包三爷，包三爷息怒，这位客官是外来的，不知规矩，不知者不罪呀、啊。客官，劳烦您还是坐那张台吧。哎，见了我们包三爷还不赶快回避，真是气！客官，我给您再换一碗去。那虎二爷和龙大爷还没到，要不咱们先点菜吧？二爷还没有到，谁敢点菜？二哥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小人知道虎二爷向来准时，为了避免虎二爷到的时候酒菜还没来，要虎二爷久等，才先想着点菜了。嗯，算你想得周到。这里不好坐，到那里去坐。你这个人笨头笨脑的，就管吃，一点也不看个风头的。啊，二位爷，二位爷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龙大爷，龙大爷，他是外来的，他不滚，滚，哎呦，滚！从来没人敢看见我乾隆还在吃阳春面。你不喜欢我吃阳春面，我吃卤牛肉。你不喜欢我吃卤牛肉，那我吃馒头。你不喜欢我吃馒头，那我喝茶。我乾隆喜欢独占整个茶馆，你们有看见其他人见着我来都立刻跑掉了吗？刚刚没看见，现在看见了。你这太迟了。你是谁？喜欢多管闲事的人。兄台，你走吧。那你呢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那多谢公子拔刀相助啊。客官啊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赶快走吧。走走走，此地真是不宜久留啊。对了，哪边去富贵村呢？富贵村呢，这里一直往前走就是了。多谢小二哥帮忙啊。高姓大名啊？小松。小小意思，后会有期啊。